下来写了。妹夫，哎，姐夫，啥时候来的？啊，别，都别动啊！您管他叫妹夫？对啊。您管他叫小姨夫？那你也管他叫小姨夫吧。这个年轻人怎么？哎哎哎，让你叫啥就叫啥呗！你看你，那个快去快去说去。啊，那个爸爸。爸爸。这位老同志啊，那个咱家现在有外人，别瞎说话啊！刚才我已经管钱顺风叫姨老爷了。那你这意思，我以后还得管你叫点啥呗？爸，你随意，我没说。哎呀！你回来了吗？哎，别动！你管他叫妈啊，完你俩管他叫小姨夫啊。那请问这位老人家管这位老人家叫什么呀？姨老。谁家的？你说你都把我照蒙圈了，这你蒙啥圈呀、啊，姐？姐，不是这个老太太，你我那个，你猜你是谁？我们在这玩，你猜你是谁呢？啊、哦，我明白了，你们玩游戏呢？啊，对。哎呀，你说现在这年轻人玩的游戏呀、啊，咱这岁数大人就是参与不了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，我有个睡中午觉的时间。来来，老头，走睡觉去。走，别动。你们家外孙子跟姨姥一块睡觉啊？你别看他，你别看他长得老，他岁数小，就打小一块睡，睡习惯了。哎呀，行了，别在那编了，我都演不下去了。啥玩意儿，哪跟哪儿啊？是啊。哎呀，我告诉你。这是我妈，这是我爸，人俩一块睡咋的了？还呀，他看见了吗？钱总，我老公，我俩是两口子啊，都是两口子是吧？对，近亲结婚。谁？钱总啊，哎，那一个亿也没有了呗？那一个亿没有，那东北的气候还得维持现状。我估计得维持一阵。你说了算的。我钱呢？钱，我是来要钱的。你给我扯一堆大姨大姨，这什么用啊？大外甥，解释，白大外甥。兄弟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实在编不下去了。钱总不欠你钱吗？对呀、啊。今天周转不过来了，就想呀，拖延一天。我们这是编的乱七八糟的，就想拖延一天。求求你，明天一定给你。对。我害怕他的眼神。不相信，你干什么？我的身份证压在你这儿，我现在就给你取钱去，好不好？他的钱我来还。哎呀，你别动，这是，你还欠我10万块钱呢，你哪来的钱还人家呀？顺风啊，咱们什么人都可以丢，但是这诚信咱不能丢。我现在我去押房子，等会儿。你叫郭有亮，啊？怎么的？大丈夫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我永远叫郭有亮。你认识李保国吗？李保国啊？保国？对啊，我认识啊。这还欠我10万块钱呢。大哥呀，我是李总的表弟，我今天来找钱总要这10万块钱，就是为了还您那10万块钱。哎。你等会儿，我捋捋啊。啊，你哥欠我10万块钱啊？对，我欠他10万块钱，他欠你哥10万块钱。对，那咱们仨人都齐了，现在没钱，那这事还是办不了啊。你这……哎呦，大哥呀，你这个算账能力，你做这么多年生意怎么挣的钱？我没挣过钱，做生意挣的全是条子，打麻将赢的全是妃子。来来来，这样啊，那欠条都带了吧？欠条在这儿呢。来来来，拿出来。你把欠条给我，
我把欠条给你，你把欠条给他，完事儿了吗？啊，这么简单？对呀、啊，你等会儿，我给你、哎，你给我，我给你，我的呢？我给你。哦，在这儿回来了。啊，嗨，那这欠条是你撕还是我撕啊？要我说呀，大家一块撕，来吧。哎呀，那就行了。啊、你们这啥意思、啊？是你给我，我给你，他是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你们不做生意，你们根本不懂。我们啊，总结起来就八个字儿：诚信第一，欠债还钱。